说的就是不要上来就投篮，他每一个球都在投三分或者跳投。他这种篮球他不适应。今天是在室外打球，从篮筐到周围的环境都是不太一样的，所以说我觉得外场的投篮不是很容易，所以说他要多往篮下走杀杀，这样得分会更稳。加油！给到朱远超，掩护之后错位的机会。哎，暂停啊，暂停！来，龙骑士请求暂停。外场之王，外场之王，外场之王！你们完全全错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外场篮不好投，你们就一直在投篮。我们先把身体热了，去冲击他。钟显超他那么身高，你俩这大个打不了他。我也真的到场上是有一点点着急，想真的是靠我一个三分球就想把我0-2这个落后的局面找回来，可能往往相反，就是我心态刚开场时候就有点过急，然后没有真正的抓住对面的弱点去打。对，防守时候钟显超现在投的比较热啊，离两步远还是走下线，但是离近了一定要怎么，一定要去防他三分球啊。他们现在他们三个默契很不好，他们一直怪他们的队友，现在是最好的时间可以秒杀他们，懂了吗？所以你们不要放松，你们就一直很积极的打，哎 ，Come on， 一直讲话，一直防守 ，Let's go， 别愣别愣啊，好好打，稳稳打，来来，喊一个喊一个，一二三，不继续，里头打，先往里头打，先往内线打，来来准备，打，朱明正。后仰跳楼，好球！犯规，棒棒的！再杠，再来！完全不按我的说的做，没关系，自信的投 ，You're OK。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给了杨正，弧顶，可以再来，他们会有空位，但是没有出手。朱远超，两秒钟，没事，没能命中，但是刘恒毅抢了篮板，抢旗，两分命中。再来，哎，再来。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，其实我们都执行的非常的差，然后我们也感觉到不对，这样打肯定会输。早换早换，张宁晃开之后到内线，两罚两罚两罚，好球好球好球，往里头打，一打就一个，不罚提篮找手感，第一罚没能命中。求给了杨正，弧顶还是掩护，同样的战术交给钟显超，好球，来个来个，钟显超连续的掩护，好的，错位的机会，没事，是一记 air ball， 没事，好球，好防，好防守，好防守，弧顶好一点，好防，张宁给了郭宏毅，刘恒毅内线没有掉进去，强行两分命中。龙骑士现在扳回三分，好球，你们，好球！张宁、朱明镇，你俩看他们的挡拆距离，挡拆距离是多远，然后再决定怎么防。一人是掩护，杨正想办法，这击传球，打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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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龙骑士的球权找到内线，其实是错位的机会，造成犯规。对的，就这么打，张宁这就聪明了，就打这些。漂亮，两罚全中。再来一换人，换人。杨正，高档没有配合好，
传球稍稍有些失误，刘恒毅没能命中，郭恒毅抢了篮板给了张宁，面对杨正在左路自己熟悉的位置，犯规犯规犯规，漂亮。漂亮，第一发命中，好球，漂亮，两罚全中，太尝到甜头了，他每次得分现在都在篮下得了。来，继续继续，转眼招，对，穿过穿过就行，穿过就行，让他投到左路，面对张宁，注意时间，最后一秒钟，第一个14比7。我们今天晚上肯定不用走人，我们都已经做好，其实我心里啊早就已经做好庆祝准备了，还有六秒钟换人，没关系啊没关系啊，换人坚决一点，好了，他就更慌，你说是不是，给到威廉，掉内线，张宁，好球，威廉一记隔扣，暂停。J Team 2-0领先，掩护之后，钟彦超罚球线附近给到左侧的杨正，三威胁来了，没能命中，张宁抢到篮板，三分没能命中，给到外线的钟彦超。祝明镇和张宁，不管对杨正还是钟彦超，他们的蹲位都是有优势的，可以往里打，不需要去投篮。钟彦超叫掩护之后，可以自己的一个骑马射箭，两分命中。胡打都有进，钟彦超，那我真没脾气。目前 J Team 4-0领先，打个篮下，朱明镇选择三分。哎，好吧，万小不好投，你们别投篮，往里打。给到钟彦超空位的机会，三分命中，7-0，哎，走四号张宁，你去掩护啊。郭宏毅给到张宁，直接弧顶的一个掩护 ，J Team 2-0领先。掩护之后，钟彦超罚球线附近给到左侧的杨正，三威胁来了，没能命中，张宁抢到篮板，三分没能命中，给到外线的钟彦超。祝明镇和张宁，不管对杨正还是钟彦超，他们的蹲位都是有优势的，可以往里打，不需要去投篮。钟彦超叫掩护之后，可以自己的一个骑马射箭，两分命中，胡打都有进，钟彦超，那我真没脾气。目前 J Team 4-0领先，打个篮下，朱明镇选择三分，哎，好吧，万小不好投，你们别投篮，往里打，给到钟彦超空位的机会。来一个